你知道花店是会等你的，那怎么行呢？这跟姑娘的这个约定重诺千金，我一刻都不行啊！裴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说服杨妈妈，这玉美人啊，我给启培阁是做定了。听说那个今天斗鱼大赛的画像已经送来了啊！画像。 前些日子画室刚来过，应该没有这么快吧？没有啊。嗯。啊？你怎么知道画像的事儿？你说，你刚还去谁那儿了？你说，你还去谁那儿了？听，你还去谁那儿了？花店姑娘，等等，你的画到了。啊。 画的可真好看，小骗子，等图纸。裴郎，你说是这画好看，还是人好看？对啊，你说画好看还是人好看？说呀。都好看。我觉得这个画啊，曾一分则太艳，简一分则太寡，画非常的完美，完全没有修改的必要。比起人太甚。想帮他炒画师赚钱，做梦。确实不用改。哎呀，主要是我们家昙花师呀，也没有那个时间改画。毕竟啊，这林渊姑娘用的时间太久了。什么？林渊要改画？花店姑娘，我不知道吧。 我刚去林渊姑娘房间的时候啊，她那刚好有一位客人，那客人别提对林渊姑娘多好了，那是仔仔细细的在那告诉她又修改什么，对吧，裴郎？林渊长得丑，自然是要多改改的。我们裴郎说了，我的画不用改，对吧，裴郎？那改，别人都改了，咱们也改。 哎呦，可是这时间呢？阿六，来了，少爷，少爷，啊，这林渊的客人啊，可是特意嘱咐我说要把这林渊画的呀，这是漂漂亮亮的。 要不这样吧，咱们把林渊姑娘叫过来，一起来商量商量，咱们合理分配一下这个时间。现在有时间改了吧？有，当然有时间改了。说吧，想怎么改呀，裴龙？不用大改，原色稍微艳一点就可以了。<笑>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呀。 跟林渊姑娘里面那个客人啊，那是肥头大耳、满脸横肉，那审美肯定不如咱们裴郎好呀。咱们裴郎的审美肯定比他好呀。嗯，是不是裴郎？那当然了。嗯。哎呦，我说担当姑娘，你就不要生少爷的气了。那少爷有什么错呢？少爷他只是想找个玉美人，那他交给我，我是什么人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反正是闭嘴。看什么看啊？你现在都已经是启培阁的人了，还去做这个跑腿的勾当，传出去像什么话呀？我又没有耽误你的工作，我用我自己时间赚点外快，怎么了？还有你。 说好专心雕研的，现在跑到这花满楼勾搭小姑娘，还一下勾搭俩。我那是为了工作，我来游说他们做我们启培阁的玉美人呢。我专门是为了比赛来的。我呸！我看你就是假公济私，在这寻欢作乐呢。你无耻！那你勾搭钱老板，赚黑心钱，你下流。你说我下流？啊！好歹，是谁害到我的裴郎？ 你的裴郎，负心汉，变态！
走了。别碰我，你个坏蛋，别碰我。半尺二分玉玲珑，白银渡边。有点意思。这是我的眼线亲手从裴佩的房间取出来的，错不了。舅舅，按着这张图纸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玉玲珑送到城主府上，就说是苏雨轩的伴手礼。啊，涉嫌抄袭的人非但赢不了比赛，还要惹一身嫌吧。懂，懂了。哎呀，菊儿啊，你终于开窍了，可不是那个清纯少年郎了。嗯，好。哦，舅舅，你觉得双双姑娘如何？双双姑娘她温柔恬静，落落大方，还长了一双巧手，算得上是才情兼备啊。舅舅，不瞒你说，这碧水鸳鸯是我为她准备的求亲礼，所以她必须是冠军的作品，有备无患。好，太好了。你说，你先说。好，我说就算你为了玉美人，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堂堂八尺男儿，居然用美色去勾引姑娘，这算怎么回事嘛？那你有什么办法呀？用钱砸，还是拿刀逼着他们来啊？还有，我已经给了你工钱了，你还帮别人干活，你是贪得无厌呢，还是跟别人旧情未了啊？我不是为了钱。那你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爱吗？还是说你吃醋了，故意搅和我跟别的女人的约会啊？说啊。是，我是吃醋了，我就是讨厌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我讨厌你阴晴不定，我讨厌你用这种手段，我讨厌你明明亲了我却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知道了，就当我自作多情。也许是树上飘洒的落叶，也许是灯火投射在水面，你眼里的蝴蝶也一样在我心雀跃。也许是风向吻过你侧脸，也许是呼吸到你的特别，困在你的身边。心事无言，你却听见。想到云又遥远，又贴近又重叠，陪伴着一天天，一岁岁到遥远。这次，那故事的情节，陪你撑起多夜，悄悄。我没喝醉了。繁花开成经典。这一下花满楼的姑娘们是不用想了，但是总得想个办法呀，又要长得好看，又要有名气，这样的人去哪儿找呢？少爷，你有在听吗？听着呢，你接着说。这玉美人呐，至关重要。想想往年那些评委，很多时候冲的根本不是雨，而是人呐。丹丹姑娘，你有在听吗？啊？你们两个人敷衍都敷衍的这么有默契，干脆原地成婚好了。好。少爷，丹丹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
自从白天谈判完了以后，就跟丢了魂似的。这斗玉大赛终究比的还是玉，没想到玉美人的展示竟然会这么重要。历届的斗玉大赛也用玉簪玉环做饰品，静态展示的，也用玉蝶做道具翩翩起舞的，亦有用玉箫玉笛半月演示的，总之形形色色，各有千秋。这每一次呀，这些评审都会仔细的看玉美人的展示，所以啊，咱们千万马虎大意不得。不过这话说回来啊，这用玉簪玉环做静态展示，本姑娘也是可以的。你那什么表情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这云翠城西市方石堆子胡同的一枝花呢。哎呀，不是说你长得不好看，主要是像凌渊他们这种啊，不光是在咱们云翠城，在这四城八境啊都有些名气，那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的，看他们的人多了，那自然会有些加分嘛，这就叫做浏览量大，简称他们为流量吧。这流量是好，可是这实力也很重要，对吧？丹丹说的有道理，能够精彩的展示演绎我们的玉器才是最重要的。哎，这花满楼的红烟你们知道吗？虽然这长相没有那么出众，名气也没有那么大，但是这舞姿呀惊为天人，他和花店都帮我做过托，所以比较熟。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什么？让我做玉美人？没错。虽然我一早就抢下了花满楼所有的抢手货，可思来想去，总觉得他们都不及你半分。苏少爷言重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，哪有半点出众之处？乱说！你明艳脱俗，气质不凡，在我心里，你是世间最美好的女子。可是，我什么都不会啊。你不需要做什么，这碧水鸳鸯本就是为你打造的，你只需要静静地端着它，欣赏它，足矣。就当帮我个忙嘛，不好意思啊，丹丹，今日要舞六曲，晚了些。哎呀，快快快，坐坐坐，我们有事儿求你，这等等也是应该的呀。求我？我们想请你做我们启培阁的玉美人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不是，从来没有商家找我做过玉美人，我……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眼光，你想想。这里面谁比你舞跳得好呀？是不是？我们可是慕名而来，还请红颜姑娘赏脸。这待遇方面，我们不会亏待的。只要你们不嫌弃，我愿意。太好了。我们准备的是一个绿玲珑如意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绿玲珑如意。跳得真好看，裴少爷，这玲珑如意作器实在是很难和舞蹈融为一体，我也只能勉强展示。要想玉形合一，恐怕很难。玉器我们肯定没有办法换，这玉器对我们家少爷来说很重要，所以你呢？无妨，我可以换。可是没关系，我已经是个大人了，这些情怀什么的吃不饱饭，而且
以后有的是机会弥补。红颜姑娘，什么样的玉器适合你的舞蹈呢？鼓、扇、笛都可以。好，我会用最快的时间做一个玉扇给你。想好了，真的要做玉扇。嗯，玉扇的雕刻手法跟之前的大同小异，要求反而更加精细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之前的事放下了？放不下。不过呢，也不需要放下。这有些事情，可能一辈子也忘不掉，但也没必要逼自己忘掉，就让它安安静静的放在那。毕竟未来的路更宽更长，而且我现在有了你，要更努力走好。真好。就只有这样了。嗯，不然呢？我可能需要一个爱的鼓励吧。月下水银星满天，眉间有了为谁编，晚风落英夕阳前，深渊年年谁为先。头发那么粗糙，梳半天都梳不通，粉盖那么厚，三层都遮不住。少爷，愣着干嘛？真漂亮。有那么夸张吗？谁化妆的漂亮好不好？我都说不用了，你非得让我涂这些。你不涂能见人吗？这个是咱们启培阁的剑玉师第一次正式登场，可不能让人比下去了。嗯，放心，肯定会被比下去的。那你是多虑了。这么自信呢？这其他府上都是男的做剑玉师，谁能比我美啊？
准备了这么久，也该让世人知道我们的实力了。嗯，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赢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怎么样？这儿没有吗？怎么在这个时候放我们鸽子？这不是要我们命吗？让我再去找找。我都找过了，没用的。实在不行，这玉美人我们不要了。那怎么行呢？我们的玉山纯纯动态摆件，没有玉美人怎么展示？都怪我，瞎出什么馊主意，不然也不会有这些事儿。现在这个时候就别计较这些了，眼下还是先想办法解决吧。可是城主马上就要来了，肯定来不及了呀。对呀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是在花满楼啊，那个时候你一人的扮相差点将我都哄骗了过去。要不然你亲自来。我？你也知道我的舞姿不行不行。那也总比没有强吧。哎呀，我觉得少爷说的对，这死马当活马医嘛，咱们现在也没别的办法，试试看啊。啊，可我去装扮一下。少爷，好像是花满楼的姑娘，看来应该是裴家找的玉美人了。那姑娘相貌平平，名气也一般，平日在花满楼也不怎么受人待见。既然都已经这么惨了，那也不怕再惨点吧。少爷的意思是，去找杨妈妈，这些姑娘我苏家可以不要，但其他人就不能要。是。等一下，跟杨妈妈说，平时训练的时候她都可以参加。只要比赛那天消失就好了。明白。哼。城主到！城主，城主好啊！城主好！万分感谢城主大人亲命我花满楼承办此次斗玉大赛，也欢迎各界名流前来捧场。好。经过样图、雕眼小样、玉石品相层层筛选，城主大人和评审团们选出了四家店铺进入决赛，他们分别是苏玉轩、启培阁、玲珑阁、还有祥玉馆。今日所有玉品展出之后，将由评审团们选出魁主。那么接下来有请城主大人登场。好，该发的你都发完了，还让我发什么呀？开始吧。好好好，那接下来我宣布云翠城第十二届斗玉大赛正式开始。第一个出场的是玲珑阁，大家掌声有请。花满楼的姑娘不都被苏玉轩包圆了吗？这一把玉质软采用了品相绝佳的和田玉，经过工匠数次的打磨，再加上这云翠城的名机花店姑娘的弹奏，呵呵，堪称一绝呀！大家掌声鼓励。这样才显妖神呢。
主大人，这个玉软您感觉如何呀？哼，这块玉倒是挺大。粗制滥造。接下来有请祥玉馆。这把玉剑选自昆山上种，剑身整段未碎，两尺有余，英姿飒爽，剑气逼人，大家鼓掌。好，好，好，雕工还是可以的。下一个出场的是苏玉轩。苏玉轩好，谢谢。那可是苏玉轩呢，对不对？真正的好东西用不着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。人人都说皎洁一词是用来形容这月亮的，而鄙人却觉得这个词形容美人美玉更加贴切。这碧水鸳鸯选自千年难得一遇的极品品种，上附我苏玉轩20余道独门技艺。记得之前我的心上人跟我说过，一双没有眼睛的鸳鸯，他们看不到彼此的容貌，更看不到那些浮华的表面，但他们依然可以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那才是真正的只羡鸳鸯不羡仙。好，只羡鸳鸯不羡仙啊，看来今年斗鱼大赛的冠军又是你苏家的了。好，最后一个出场的是启培阁。你看看你，精致、周正、眉清目秀。是吗？你来做玉美人。什么？你开什么玩笑呢？这不胡闹吗？我没有胡闹。你看别人都是女的做玉美人，我们那就剑走偏锋，杀大哥措手不及。不行。行。不可能。可能。哎，我不同意。拜托，拜托。
托拜托。那看在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一下吧。这样，来，阿哲。哇，太漂亮了吧！以前怎么没见过呀？花满楼什么时候来的这位姑娘，就未曾见过呀？如此惊艳美丽，真是动人心弦呀！是啊，这是我启培阁县的银丝玉骨扇，扇面薄如蝉翼，浮雕图绘，镂空历史。扇叶呢，由极细的银丝根根相连，这扇根处的雕刻技法更是细如毛发，动如游龙，难度极高。不是如意玲珑吗？怎么变成扇子了？别急。为了切身分享呢，我们的主设计师甘愿化作旦角，亲自展示。请大家掌声鼓励。表演音乐吧。这不是启培阁的裴少爷吗？裴佩。裴少爷，裴少爷上场好你个培培，可真有你们的。虽说这御膳也已属上品，但是从艺术造诣跟相应选材上还略逊碧水鸳鸯三分啊。苏雨轩不愧是我云翠城的当家霸主啊。城主大人等一下。城主大人，麻烦您再仔细看看。这是失传已久的游丝毛雕。正是。刚才是我冒失了，苏非但品相极佳，严苛难度极大，更是让我发现云翠城上有天赋传承、创新兼容之辈。尤其这位玉美人的演绎，更是让我记忆犹新啊。城主大人，我觉得还是苏玉轩比较好。这碧水鸳鸯的雕刻功力如此浑厚，丝丝入扣，极品兵种更是品相上没得挑啊，真乃是第一绝品的。城主大人，这御膳的成色虽然比不上刚刚的碧水鸳鸯，但刀工力道着实不错。我觉得启培阁的好。苏玉轩的好。我觉得启培阁的好。苏玉轩的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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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既然发生了分歧，我们就休息一下，结果稍后再公布吧。刚刚效果特别好，大家都在热烈鼓掌。是吗？我都没看到。放心，一定可以。先请出我们本次斗鱼大赛的两个参赛店铺，有请启培阁还有苏玉轩上场。好。看这票也不要投了。作为全国闻名的玉器城主，
今年的斗鱼大赛就启培阁、苏玉轩并列第一，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没有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别着急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大人且慢。怎么？前几日送到您府上的礼盒，想必没看吧？还真没来得及拆开。小的擅作主张，托您的侍卫把礼盒带过来了，您看一下。这。